鉴定一下热门奇葩视频。 OK 呀，今天又是我海，刚才只是发生了一点小意外，这次绝对不可能白给了。好，OK 呀，这边也是被一个老六追了，这个老六竟然还想拿雷炸我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要没了？ OK 呀，这是绝对不可能。我槽，这老六丢的怎么是个闪？不要慌，好吧，我们仔细闻脚步，这个老六好像没过来。我槽，这老六怎么不见了？ OK 呀，肯定是我太牛掰了，所以老六被我吓跑。不要慌，这个老六应该在。OK 呀，最近也是很多人问我在海上怎么站在船上面，兄弟们教学来了。首先哈哈，这游戏让你玩的也太糟心了，就没有完整打过一局，开局就让你 OK 完了。下一位，精神小伙。马哥，我被打倒了，能让队友救一下我吗？我先看一下，原来是我们的超级 VIP 客户直接安排。哇，牛逼！不是马哥救的你，是你充分利用了缓冲技能，要是直接掉下去然后不成盒，我才信你呢。抬走，下一位。兄弟，你的信号枪这么像 AWM 呢，声音和播报都像，唯独外观不像，梅花包让你用的出神入化，现实中你连真人都不敢打，啥也不是。下一位。今天教大家卡赤与金尊，可以看到我这里是没有赤与金尊的。我们先滑动小鸡两次，然后疯狂按额55次以上。再搜索一个有赤与金尊的 ID。然后在套装一和二之间切换20次以上。我这里也是先加速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仓库里已经有赤羽金尊了。大家来看看他的名字就知道赤羽金尊是不是真的了，名字都暴露了你的视频风格，刚才的方法就知道是真是假了，沉浸在梅花的世界中，这可不是啥好事。